古晋娃被耳语为古汉语挖花术。比如说眼睛闭上好了，眉就开动。第二个眉，罗南阿在你讲了讲，古晋娃对你古汉语的特色。小小的讲眉，你那就开心。阿又想让我嘉宾啊，这位是谢文林先生。观众朋友，各人好，我是谢文林，今天也开心，你啊。明后电视台讲眉节目，等各人尽力盼望。这位是小东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观众朋友啊，那阿莫吉人，你认得吧？古你讲了讲，那阿广义情况，福州话，是咪话咧？嗯。那阿。都系白嘅，嗱我面咬死，平面思维。但古老说话讲，讲先哪里？乡里定论向下搞。古老话哩，好咧先啦。每偶会招生个面咬，先来一条咧。因为嗱我古咧啊，嗱我面咬还是要阿旺眼个面眼啊，合平意哦。但你会招是一下就咬嘅，所以讲，你讲啊，每偶会招生个面咬，真系要我嘅。系要我。只讲你会招嘛，你。阿旺眼是呀，就个限定性啊，就阿旺眼。冇啦，但估个以后福州人民听得开始加多冬天时候就出。冬天啦就出。估个面牙肯定是比福州正。哦，佢嗱你仲安讲话，好似讲，听下福州人，那讲我句对说话，以新贵的话话，可能过年人家乡下呢，仲安去帮你啊。你面牙就面牙，阿旺眼。一主讲牙是主讲基础。哦，冇啦，福州。那我就讲，那讲福州话，正常话是那我闽南话就讲粤语，听得懂吗？因为闽南话粤语就讲去福州，现在有两间区别。嗯，正常就讲，伊福州边乡里是有广话影响。哦，伊慢慢以后一边用个广话讲差不多音。嗯，但以后用保利咯，保利就讲闽南，那个乡下可能就更重要，中央佬用保利更好。保利更好呢。我来古来从嘛工作大内嘛，一吹十八块啊！即古汉语就从给他金牛龙咕噜咕噜就够用了，够牌用了，也很美。真系就话，小东公也心动。到现在为止就能啊，发烂的工的就讲福州话，佢系位一样，系个成绩。佢能啊，听说古来听我老老员工讲啊，哎呀，没招十八，大把就塌倒的。啊！要平稳稳做地样啊！嗯，要那个要，要那个要低调做贵调，那个就是生动。冇啦，冇啦，人家古人呢做生意嘛，农民做生意搞天后，但天后嘅意思，老天后就讲，呀呀把嘢做呀哩样，呢所叫等于天好情人翁，伊做做把嘢啊，但就未开老生意做那嘢啦。但做话就呃眼嘅惊侬，古后来即系谈成你那个低调做话贵调，但睇你一个贵调咧。你舅公啊，跪住你家傍晚坑坐的，系嘛？跪住从边个？依家在夜里头就话事啦，我都傻，我听一眼我就惊侬啦。冇啦冇啦，你讲即系福州前面话，香港听嘅澳门人夸多，但系冇西方嘅清楚啊嘛。真嘅真嘅。大佬冇事，你两个就唔好招普通话个眼睛，就个吓大澳吓大澳，普通话就嚟那脖子嘛啦。冇啦。你讲福州话嘅树嘅普通话树冇前面落来，是你两即系唔招个大澳多嘅事。还内侬啊，古汉语，一来古汉语话说哈，其实那个，福州话个眉焦，普通话个眼睛，眼睛，眼睛跟眉焦有什么区别呢？其实对所有人老，但是只字数没所有。那福州话讲普通话细只仔也没所有，公话也没所有。故意用南亚声看眼就冇电脑哩，就古大声牙话重庆的仔，就冇仔是哩，我哋读清楚南亚声牙个眉焦所有。咪经常讲一校咧，依家一仔咧，佢个企哟，企哟，啲叫这边系木，嗱先系个契语话木，就木仔啊，是要双固已经接好啦。嗱甲骨仔啊，甲骨仔要双固仔啦，重庆嘅仔，依我系杜兴，佢讲一仔已经是起码也系三年咧嘛，三年咧嘅时间，真系等于好朋友话说我啦。但佢哋讲招咧，就招。是乜嘅病？治病就照顾话照，照大下。呢即系就系个古汉语嘅施工先啦，施工用琴落日清而嚟。啊，琴真清。我用乜是唔系照拎？琴落
哎，南阿这里就没酒喝的嘞，哎，就苦苦的，就没酒没酒，就整体个没酒就整体就唔只只没个意头。我那个所用的我做个一个没，是阴阳呀，真来创新，伊就当吞吞女呀，女几位可能观众那听那古马几户人，女生来自我家里隔离的，就这个所用的隔离个没阴阳呀，哎，吞吞女呀，哎。这冬菊是在哪里？古来晋江这个冬菊，你在冬是通家一只，在晋江现在有啥木桔饼，啥移动按冬，只系冬菊，冬菊就梅酒，就冬空嘛，冬空冬，是冬空一下延伸我一个梅酒令，那个冬菊它一字用梅酒令，一字梅酒令，古来就人家去看就按仔呀，一下我食几仔蒸酒。用个限啲朋友，要煮嗰阵啊，就锁安嘢，佢哋冇锁安啦，搞烟灰。搞烟灰。要仔咪搞细啊，圆圆比较丰厚啊。但佢个啲仔系延伸，延伸系通价。通价。佢只系啲嘢系通，佢冻嘢，搞乜嘢俾人冻嘢系通嘅。佢讲啊，要将勤做安仔定啊，嗌都一排依啲嘅，就讲古罕语依啲嘅，就通价是先咯。但系冬雨就讲，人家睇过啦。就嚟眼未照拎，哎未照拎嘅咧，嗱先系苦咁，未照拎嘅佢未照摸，佢冇人嚟摸埋，吞冬雨讲呢类就讲就未照摸，哦，就包佛吞，包佛吞摸，如果冬雨喺呢包佛吞嘅摸，佢啲尖牙牙先系咁，未照就咁嗱搞好嘅成啊，扮得做成啊，扮得做嘅，一波就摸嚟扮，一条去摸。哦，佢接吞住你等于用个眉就摸佢啦，包佛吞眉就摸，佛吞嘛。是你那时候讲冇，人家好似话眉就怎么子哈，就来要夹个，我看到人家做用外面了哈。真系要多嘅。讲个冇说，也冇说话，也过瘾噶啦。今年你去西方嘅要求哈，真系。考核是冇得好，我说。真系，特别讲你只要做那个眉酒嘛，那光遇就讲眉酒就讲冇诶，酸雨嘛，也是难。但我舉舉你嘛，人家連應陣，人家每朝做嚟，人家顧客會用話，我嘅話說啦。那邊有個工啊，人家嫩，但我所以胖胖，我所以老啊胖我啊，也厲害。啊，那就講係啦，就講，每朝都往上花。哦，真嘅。每朝往上花，比如講，哎呀，今日抗疫啦，跑上冇有嘅啦，但班咧，根據萬步嘛，我半步咧就可能冇開得跳隨緣咧，到嚟行到冇到你啊。就也你讲，哎呀，我行到你每朝都往山坡，系咪？每朝随山坡啊，随山坡啊，有咩但比如那个，哎，之前我偷咗我冇，人领，嗯，人领我一栋楼嘅荒野进下，你就哎呀，之前每朝朝你，啊，唔系啦，系一个每朝也影，系咪朝呀？系你话，但过我那讲咧，之前咧冇也写啲人，你阿辉就讲咩啦？之前咧，之前每朝冇每朝出街，每朝出街，依家只做，看两样，看两嘢啊嘛，哎，那看见。阿咧仲个 B 带或 D 五带咧，依就砍咩？哦，咪就手机，咪就手机啦。就个关于咪就用个算语冇？嗯，诶，也系啥？真系，就讲关于咪就用个算语，人家到咧用验证，就诶，人家是故乡嘅，我嘅花路，诶，就只书都真古老噶啦。冇啦，啊，古咧后边讲，算乜样样，但乜古地啊？但乜古地啊？古咧用作图啊，就系跟网上讲话，你咪就听，佢就个成沙锅包咧，诶，但就跟网上咧，诶。什么样样单么古代啊？就是哎，你单么你看过青龙？那我现在要呢，叫毛人，你这些独眼龙嘛，大眼龙嘛。大眼龙。但你哎，我现在我大眼龙，我看那么一目了然。哎，不错咯，单么古代啊？有得喊吗？看来也讲单么古代啊。嗯。单么你过来来看，做大木，大木就用哎，啊用哎，做独领，独领，独领，做独领人家那不大，我现在没有看到人家，哎，一个单位固定，然后你租人家就单位看过清楚，没听过，真的，但过来要讲的啦，亏了没，开了没，咱多少一代呀，你就按普通话讲睁一眼闭一眼，用亏了没，开了没，哎，就应该肯定精嘛，哎，莫熬嘛，所以那么看了，但过来，真的，我给个人讲，有没？啊，越细哦，我没没看，没没看，用心没没看。啊，过过来，那老公，这些那火烤什么，我没就冇，我们家八个人听见了，这个这些。往回往开，哎，有没有没开的？啊，冇过过那公司啦，摸摸锤，啊，看那些一路个摸摸锤呢，啊，看咩气嘛，摸摸锤。那么一拉子我，过说好像他摸摸哈就没。
阿莫罗啦，真系。就主要献草嘅，主要系嗨咧，而我嗨咧，一下子你帮我塌咧，真系。又比较闹先，我哋讲下先先跳嗨咧哦，哎，直接摆到佢面前，哎，真系。一下就冇。但其实我治疗手工好贵啲仔嘅嘛，搞起嚟我可能都冇嚟啊，真系。真系。咪少晒，哎，咪少晒，成日都冇嚟嘢啦。你比如讲，睇讲，咪招我讲生花。山你那个那个阿伯松山又话山，佢又好升下升，人家啲讲山，即系应该叫做升嚟。升啊，变升系升。佢话山你啲蝴蝶会先生啊，所以就话你系后面下面，嗯，变老家水升面下升，一只好的山。啊，但现在就话这都冇嚟嘢啦哇，即系那个山就比晒升面下升啦哇，真系真系。而家个古坑鱼啊，你其实就用教啊限钓之后要一根钓先啦，一仔一鱼一鱼。一种话比较好啦呀，比较好啦。我那公司攞，哎，那技术要攞，这样的。比如谈个铃铛咁嘅山嚟，山嚟讲升嚟，你升现在一拿那个牙工，见到一枪，普通话一枪升，很升嘛，枪是崩溃。哎，一就搞比较就用混乱嘛，对啊。你看到咧是讲山啊，是讲一枪，哎，你过来人就讲搞吃的啊，就讲一出算多就讲中国做好，一仔一鱼，哎，一仔一鱼，嗯，哎，但用只系就用个双面的，双生的就这样，即系是属于会嘅仔，嗯，哎，你说看我就系会面嘛，会面，两个山头，哎，一只系生嘛，生过嚟其实是必须先啦，哇哇，生命，哎，是中国嘅，用个写啲下就用啊，空余之电啦，要烧只系仔，嗯嗯，用生。就那下撞到，就多晒古嘞，就叫山嘞，就叫它的山。但佢生就崩溃又比较闷凉，但系就叫冬眠死，死那死，就按逆来用话死。啊，逆来也死。啊，你讲嘞，阿节目按你山精啊嘛，就是逆来嘛。马兰逆来。就街来就清空咪啦。故意讲啊，以前话现在那下孙女嘞国公啊。蛇爪挺好啦，啊蛇爪挺好啦。哎，那个那个古代湖呀，你上蛇都冇用，咪少河啊蛇啦，一冇嗌，哎，你又冇听你蛇爪都听你噶，你那些过来，应该咪少河冇，哎，睇睇，就两情揭开，就你抓起嘅就话，后生人嗰个现在个电视机成日后生人有，哎，只要孙女其实是有出阵做，哎，你上做孙女。要平年平时也可做，哎，你从事啊，就老要同身体好，成也可做。嗰个以前就招话就食做挺好啦。哎，会睇工人，人家讲哎，因为是乜会启？咩启？会启就系也系湖坑鱼啊。哎，即系启就系就人家也会嘢仔，会嘢仔。哎，做永平帮你耍木嘅，要永样耍黑嘅。哦，咩叫黑鱼啊？黑鱼啊，黑鱼，哎，佢中央嗱张啊，胡椒红鱼，就嗱啊，鹅啊，都食下中央仔，边仔偷仔偷咗啲，哎，就嚟胡椒鹅啦。真系，你半个月都食下中央啦。有讲诶，四齐四摆，我所唔得睇。哎，真系呢种我就咩叫黑鱼啊？六年四齐四摆，然后我又啲丑啲啊，又啲丑啲，嗱你都话穷啦，咪要睇嘅啦，你。因为古来能靠琴借，古来要用木钉啊，木钉，做电做电钉啊，做电线啊啲啊。你知啊，我靠。呢个天数啊，基本就靠靠。真系。哎，就用木，嗱现在咁四齐四摆，我大概搞得定啫嘛。嗱你，有你咁有靠。真系，嗱现在你帮忙人咁会靠，现在咩水？咩内容？咁嗱咁又四齐四摆，哎。我我所没开，我所没开，一是个古来。哎，是你那个干么呀？那个办嘞像爱一样，像爱都来向你拿工一句，土味向面保。坏人呢？哎，坏呀！坏人应该讲坏嘛。注意这个谈工，我就拿古汉语一字一字。嗯。哎，他也坏，普通话他坏。坏。哎，坏。坏其实叫狼爱呀。狼爱。爱呀。野爱呀。应该是狼呢。哎。冷爱不是乌贼，肯定乌贼。哦，肯定乌贼。就爱是现在伊个，就跟爱从人家现在讲毒品啊，毒贼咯。哦，伊阿叻妹妹。哎，伊个人是水。啊。水不是冷啊。水。阿叻其实就要是佮乌贼咯。哦。伊只系在隔离线嗰里，只系在隔古汉语之巅的时候，你讲冷无兴嘅啊，冷无兴，就咩叫冷啊？嗯。莫多来，就偏寒。偏寒，而且是寒，人家做了都睇到寒嘛啦，偏寒，有寒，像你这些呢，多来也吃，偏寒是啊，挨到那啊，你做农夫做啊，你冇搞好嘅，
但过后人家那帮同学讲老啊，那没哦，我东西没有了，没有，人家回去往那里讲没，哎，没进家，一来讲没有，没有进家那啊，别来出家就讲没有，哎，但人家进家一到过来没有也一样，没啦啦，哎，没的过来就讲就讲啊耍 Q 耍物，耍物 ，Q 加物嘞，老怕没，哎呀，只拿肯定呢没得错，没，没就是用啊，一个用什么，伊就过来有说基于和婚的。哦，古大字，弘扬就改，弘扬大字点，哎，就改了一个我们这里，哎，就这里，现在普通话个物，哎，没有，没有，就中华，没有的意思，哎，木有啊，啊，哦，中华意思，哦，但是我阿公论啊，再来就出家个，哎呀，你这个贼杂毛，贼杂毛，就莫贼睇住咋，莫贼睇住，或者讲你贼死啊，我讲你玩啲嘢咋，点讲嚟哟？贼杂毛，仲有谢天啦，就我讲自己拿贼毛，我咁样摆，咪你死。但你又好好好死。咁先见到毛，我睇到放下几点噶啦，先话谢天啦，下平几点先有。平几点冇放啊？那个平几点冇起嚟时就先拿一拿毛回去话，几点？你那哎，你我回去话冇贼毛，你得开啲土毛。可能得拖到乌仔，但偶尔是乌烟冇仔，是叫做偶尔是人家过来个行业化做动嘅，是偶仔。听下呢是，因为佢讲话讲说话啦，就讲自己仔就，过来又来又来又过来冇来嘢啦，好唔啦，怕老，是叫是乌仔冇啦。但人家就记无，其他所讲嘅关于情况，每朝嘅情况嘅，只个行业。但你都讲人，人家是每朝，睇你一个先系一个眼睛。眼睛其实一只书啊，我就看只字，我都要细细跟你看，就眼睛，眼睛个古来的，伊就是要什么，要目的眼病，眼里目的病，你看只肚，肚子用头里弄，难眼目，呢，啊，所以弄用你头的难眼目嘛，故就你眼，哎，中央做字是中央的，你用血液字嘛，哎，你要用中央的眼病个，但要所用的咧，该的，就讲。木个眼是属于木个眼，木就是眼，眼就是木。哦，胡乱计嚟，哎，但是我一只仔就睇先后讲啦，就意思意思就讲木的演变我哋，一只仔出现时间大概是叫做小段时期，小段大概叫做就静调生寒啦，忽滚寒啦，大概红黄时期，哎，但是我一价钱还是等于也很欧嘅，因为。普通话也是古汉语的多嘅，你应该新人老嘛？哎，所以现在有人讲眼光，一样都是讲眼光，哎，佢叫眼，哎，眼光跟眼光是一样，应该属于咁。会精神哪里？精应该是咪就呢啊？哎，精，依家啲咧就讲即点咧以中央界嚟，先老是精，依其实也是乜？咪就猪，咪就猪，哎，咪就猪，哎，就是咪就拎啦，啊，我就眼珠子，哎，就是咪就猪啦。前两天仲同我讲，咪讲，福州弄下只古汉语的点说仔，说音啦，说咩嘅意了，哎，说嘢，仲话咩我会。这个福州话就啊，经常用狂言机会，其实就是古汉语，因为我哋古来多嘅，因为人家福州人就讲冲脑有啲脑，真系，哎，就做一定历史。但睇人家小东家讲啊，他端到又仔都冇，系端怕冷嘅，你就咩话嘅啦？但估计又嗱就另外普通话佢福州话肯定仲有冇呀？但系中央佢是红绿，红湾佢是白绿，其实一难落一嚟中央，但系就讲你又冇喺我解决成啊，自然型中央啊，诶，估计诶，咁样闹兴趣用诶，啊，福州话当然就讲做美嘛，就研究啦，诶，当然啊，好识用古汉语。故里很有好处，真的。哎，所以讲我们人家家，就讲你看，你看呢，成年我，人家闽南话，成年的闽南话，福州方言文化研究好好的，真的有。哎，这边就好好成立个目的，就来为了研究人家就讲福州方言。啊，不管你就讲福州方言，偶尔在是要古汉语，就讲用多样的。哎，但偶尔这个人家偶尔拿就讲方言的其他，我没收到。中央唔话啦，哎嘛啦，但系呢叫中央，我代嗱中央，当时回朝弘扬，好兴大好随，真系，等于打扫啲班带嘛，真系真系，因为中央啦，冇仲唔能够做，真系，冇能做就是多，是多嘅是多，咩都冇能做，比如家乡系制造冇等一下嚟啊，真系真系，即系讲啊学好是你噶，真系，就是系算好啦，真系，系就讲代人啊，就讲代声扬弘扬我，就是佢一路促进中央。你那望研究冇偶然啊，经常那讲冇。讲你么？
哎，比如讲说我啊，就我隔离一路从我讲，那讲你隔离，你隔离没用。真的。那比如讲，他那个没招说吧，嗯，到吧就他到的，挂到的到那个是个脖子嘛，脖子，那脖子那个。那个病人推人，身体推人咯，现在脖子就是拿人摸，真系，又系我两位行，脖子普通我啊，普通我，普通我就是白红红红人，即系那个好，哎，但那个大好，系你摸，啊，最多的是尽量都是顾行去挖挖挖肉噶，真的，真系，挖肉，嗯，就像是你那跟他隔离的，隔离好大好嘅脖子，就尽量没去线了观念，要大好，嗯，就大，其实也系顾行去得开，也系，有易啦，也系加多。用宋古，宋古，宋古啊！伊就加到就讲甲骨文咧就好重要仔啦。哦，甲骨文会嘢啊！就讲就对宋古会仔，嗯，但佢哋咁大口，阿普通话个脖子，脖子嘅大口非常区别，嗯，但人家讲人新疆人大口，嗯，大口一大口嘅呀，伊其实也是阿成阿左路文啲咧，伊就讲文气极大，文气极大，然后气固然系乌气呀。OK， 一下意思誒，意思個賤，誒，咁一下賤又學得黐，哦，呢啲就是之所以用 OK， 將佢搞好多都加到打嘅，哦，誒就激嘅，激打嘛，即打，呢條雞你知嘛？是勁嘅，勁勁勁勁，即係真啊，誒，打完就學精，冇啦啦，誒，嗰啲啱咁啦，依家咪一下咁，先鬧學得精。嗯，阿拉学得好，好，你叫做依个中央西学系嘛？都要用住限啲之下嘅中央西。嗯嗯。但就只系仔，就嚟讲话说，绿皮兵，诶，做永神绿皮兵要永神打，只系就系用阿打我打打，诶，阿行，依行先系阿睇个打，其实是推边边几强于带动，动性带动，诶，依个影响咧，佢讲佢唔系做咩啊？佢只讲。一刀都不利打，横不利横，刀刀横，他就他就来割龙眼，刀在那地方，谁刀都包的啦。但那偷刀不偷刀刀，真正是刀横刀横。一只刀是那是亚细的，特别刀横。哎，只鸡就讲孙姑，伊那是打，伊那公说嘞，冇烂仔，冇富裕的仔，仔伊用嘢就嚟做呀，就嚟打啦，就扔你这个头巾，头巾，哎，你偷下咧就光光咯啦，之后打，打教啊，就咁得下就话闲啲时啊，你就讲，哎，开始使先啦，使劲，使劲，使劲，一打你就冇准使，或者咬脖子嘅劲也好，脖劲，哎，练下使，但如果一只只嚟使一只劲，但佢再搞一下咧，要使响，响本来是讲。阿老狗狗，嗱啊头脑阿老狗狗，哎学得声，但学一下原先会倒咗嚟，又学声，又学声，哎再拗是拗，有人就变咁，声老学得静，阿老学得声，啊静声，就转倒，就转嗱啊咁倒，但佢个好招我哋个，一倒咁红靓咧，人头头下就变倒，哎倒倒，其实应该是大红倒，正常是大红，哎倒倒，咁下就头下倒。但你话倒倒就够样，你要这脖子会想到怎样开始扎呢？叫脖子啊，最这个最这个是现在这个普通话了啊，最点的你呢？啊，就是被混的啦，混的人的。哦，已经不能讲嘞，是呀是。讲嘞，一阿老家写了字，写了字嘛。啊，最多你被混。都你东北人了，大概个蒙古一带就话，黑龙江可能小平。我就讲过来，东欧遐大量地之后呢？应该东欧，一开始东北。东马哦，是东马晓得。一开始东马就讲吃红眼那边那个光鹅，黄的，长青的。黄个青的。一进南边会就混啦，都里个了呢。哦。一混啦，所以话呢，兄弟们就先去那个我伊那没听，你就养危险。啊，你都好意。哎，你都话靠咁你伊也没听的哦。嗯。故讲伊就第二呢做混啦，伊家乡的红眼。讲伊就讲个蔬菜地区红个，都也来写下咧种诶，国家伊话自由，诶伊就讲就变中国统领个光哦，诶嗰个脖子啊、椅子啊、桌子啊，然后就往那个谁倒伊，莫也自由哈，没有自由，自由是后缀，就是阿拉就加只只只蒙语，伊就加了许多语，伊就莫发达经验，莫经验。讲桌子就是桌嘛，嗯，椅子就是那个座椅座椅嘛，哎，倒椅就那边少少听着不一样。主要的就是，应该哪位就讲，
住喺家裏啊，紅娘，紅娘嘅難度嚟講我，但只係就係本嚟就係依出現上多時下嘅。啊！依其實最正啊，加多些鬧啊，加多就講誒難調亂時機，亂調時下咧，有時候只有上一篇，一篇咧就改嚟，本就是什麼陽氣，不曬好咧。哦，果然係知道，真係講嚟啦。大家一下就啲咁，依只改變嘅，送調成日鼓勵字就講不曬。等到就讲，大概这时候出现最急的就是，就加点了啦，加暗调。哦，加暗调这边啊，哎，暗调白粉来做啦，嗯，如果一在白粉吐下就跌了，哎，如果加南下就讲就收落的，哎，就出现讲只系只系脖子，就只系虚。但看你点你打嘅呢？一旦就讲就一做咧，晒啊痛啊，身体痛啊，比如讲你都晒也衰噶啦。嗯，阿拉民国时下就。就冇我計，真係大概幾多世嘅，咁普通我計幾多世，幾多世啊？你照咁樣紅燈度仲話係啦，就破幾幾樓啦嚇。所以講，人家福州紅樣冇，如果我那麼仲話條條上多條多嘅啊，嗯，冇曬，冇曬，依就冇腳嚟嘅。真係冇腳扭嘅。依個仔住座冇，仔住座冇，又係又係冇落雪啊！真係真係。先下嘢行咁啦，仲話誒，你邊個波喺度睇福州喎？睇咩嘢喎？做落佢晃啲就退啊！晃啲退嘛，電仔退就退咩走？退咩走？啊，屬於偶爾做落唔退就仲安啦喎！真係嘛？誒，冇啦。但只要冇人家手工對你講先啦，故宮人家會知我啊，條條送多搞緊啦，就加的。你故宮至於我啊，冇那麼多嘢啊，搞兩個就冇位啊，兩個退住兩個那個脖子就是脖子啊，你講先啦，大我冇位，緊難啊，人家因為時間關係，关于中央福州话，是中央古汉语挖话所之语，话咧，新光讲真咧，以后有机会，那鼓励介绍谁人能介你讲，知吗？好嘞，好嘞。观众朋友，不搞了，新平朋友就没时间了。那今人为着那龙山所留，新平朋友，金牛羊，白花兵，山上红花多文明。明阿帮我顾汉语，这里盼望你多信。金牛羊不发明，明都米拉莫来信。明阿人语福州话，小小公公应能定。金牛羊不发明，左海声音在街顶，帮我心语加宣传，沉荡四海傲宣进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，再见。再见。